去咩咧？芬林最高高空咧，同我系唔同噶。咦，去芬林咧？睇下张飞嘅位置，黐线噶！我嘅第一次俾咗你啊！话说咧，好耐已经冇出门口啦。今日咧去到机场博览馆咧，就系叱咤啊！我亦都睇叱咤咧，就系因为呢位女子出场。我因为叱咤咁，今日我嗌佢做大佬，系啦，因为佢我先有得佢喺度啊！我偷佢嘅光去睇呢个叱咤。点解我知道咩好乜？唔系噶，其实我都系忙噶。第一次你嘅车轮经验啫嘛。系啦，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就系我哋去睇叱咤嘅 vlog 嘅。第一次坐机铁啊嘛。系啊。帮你影低咯。我嘅第一次俾咗你啊。前不要靠近车门。好啦，我哋可以行啦。咁，我哋要兜个圈睇下有啲咩睇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而家咧，我哋嚟到呢一度咧，就有超多超多超多嘅人啦。跟住之后咧，嗰条厕所嘅龙咧系已经排到出晒嚟，系我见过以嚟最多噶啦。跟住咧，而家芬林咧就等紧佢嘅朋友仔啦。咁我咧就决定喺呢度。看看即管有什麼東西，但我覺得神奇的地方就看到大家成為了一些人形的廣告牌，去拎著一些 board 去幫自己的偶像打氣。但是不知道聽不聽到，但目測現在這裡在場呢，真的很多 Mira fans， 還有他們大家都穿了自己 solo 的會服。對啊，你已經得到了，你得到了第一份應援嗎？我未试过坐得咁近噶咯，而家都试未到咯。一票在手，梗系要投啦。今日咧就系要投呢个嘅我最喜爱歌曲。到底呢个人最喜爱嘅歌曲系咩咧？芬林最喜爱嘅歌曲咧，同我系唔同噶。呢啲人咧决定咗啦，我要投俾。我都估到啊，都估到我噶啦。系啊，依先生连环不幸，好歌好歌。我投咗俾姜涛啊，因为冇得拣依人，所以我先拣姜涛嘅啫。系啦，呢度好票好票好票。跟住今日咧系我登死晒所有嘅嘢啦，而芬林咧就系估中晒嘅，所以我下次都唔好出声啦。我哋行咗去先。由于咧而家我哋系讲紧我哋惊会上唔到尾班车啦，所以咧我哋就不停系赶路当中，同埋因为太多人同一时间走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就要急步啲咯。哇，佢好急步啊，飞佬！我要再行快啲先咁样。想講咧，今日嗰個頒獎典禮咧，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好感動啊，因為今年好多嘅歌大家都有聽過啦，尤其是即係有好多好多廣東歌啦，有好多歌手係好多年冇上過台，又佢哋再有機會翻返嚟，好似泳兒其實係我中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嘅歌手，咁但係之前都未必有機會可以上到台領獎啊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咯，同埋見到有好多一啲新人啦，或者啲新嘅組合啦，可以有機會去到頒獎典禮，我都覺得係一件好特別嘅事情。唉，係成件事好感動嘅咯，嘿。比你快過添，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今次個頒獎典禮多咗好多感動位，雖然咧係真係太快嘅，但係
我覺得對於大家可以重新留意翻樂壇嚟講，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新開始。希望2022大家都會再聽多啲廣東歌。Yeah. 有一個好過分嘅人類見到我之後，第一時間同我講嘅嘢係咩？你講多次，你夠膽講多次？我想睇嗰個可以睇下啲片啊！